论，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，说你怎么了，说你怎么过，放不下的人是我，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，就怕别人问起我。你们怎么了，你低着头护着我，连抱怨都没有，电话开始多，从不对我说，不喜欢一个人生活，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，怕打扰想自由的我。多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，眼看着你难过，挽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，说还不哭让我走。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，眼看着你难过，挽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为我的梦想。